片刻千载甲骨文化展正在山东博物馆举行。此次展览上展文物120余件，其中甲骨文物99件。展览通过汉字的演变、甲骨占卜、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史、甲骨文与研究四个方面，全面系统地阐释了甲骨文的丰富内涵。山东济南大兴庄遗址出土的商代有字卜甲，是河南境外唯一出土的商代有字甲骨，这也反映了我们山东的东夷文化和河南的华夏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。这一件是我们山东博物馆馆藏的字数最多的甲骨，它是一件牛的肩甲骨，上刻有126字，记录了商人对神灵的祭祀，主要是祈求神灵带来降雨和好的收成。山东博物馆作为甲骨文物的重要收藏和学术研究机构，所藏甲骨约1.05万余件，其中甲骨一级品1032件，所藏不乏罗振玉、明义士等名家的旧藏珍品，其藏量之大、内容之丰、研究价值之高，在全国甲骨收藏单位中位居前列。